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机会很难得啊，借到了一台挂着大三箱的车子。既然有这么大的这个车厢空间呢，我们当然就是不免俗的，来进行一下久违的这个可乐车厢测试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停前面这一家吧。哦，他前面已经有一台车了。你好，我要一瓶沙士。这边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把我放进去。谢谢。好，它这个铝箱呢，好像固定性没有很好。小尴尬，但是它的这个置物空间还不错。啊，现在车有点多。好了，买完沙士，继续上路吧。